康自在，你上好是二十四小时就伫咧张嘉玲的病房头前徛卫兵，因为我无遐尼啊简单就会放伊煞。头拄啊入来到即马，你一个病要死要死，一讲到张嘉玲，你虽有情绪，气噗噗。你是为什么要想起我？你是气我欺骗你，还是气我伤害张嘉玲？我无想要跟你讲这有诶无诶，你紧食饭，我庙内底阁有代志。你老实讲，你一定唔肯原谅我，是不是因为我害你诶张嘉玲受伤啊？你先走，我袂食。你心内根本就无我。你免遮委屈，你家己，你去做张嘉玲啊！你想到大项代志，你要扛去家里去平去啊！你愈要紧伊，我愈反悔伊。你放心，我一世人我拢袂原谅伊，我一世人拢袂纠缠伊，我无法度得到幸福，伊嘛袂想要幸福啊！方安。但是发生到即马，你除了甲我坏死的以外，我敢若看到你咧质证别人，你拢无真心咧检讨家己呢？我真正对你失望诶！我真是想来遮，我除了温婉玲，我目睭看无诶代志以外，我无对不起别人，我无做毋着代志，你可爱我安怎？你爱我去甲张嘉玲跪，甲伊回心嘞，我做袂到，我死都做袂到。你来伫遮，讲要转去庙内，结果走来张嘉玲的病房，即马为着张嘉玲，连性命拢请出来做借口啊！你吃饭不要泼饮料，我去买饮料给你。结果呢，我看到你逃走出来，我就对你尿憋。但我想，你是怕算，要你这样下毒手哟？安娜，你唔甘哦？